澳门回归祖国20年来，经济快速发展，民生呢持续改善，社会啊和谐稳定，应该说澳门的各项事业不断取得新的成就，向世界展示了具有澳门特色的一国两制成功实践，用事实证明啊一国两制是完全行得通办得到得人心的。20年来，宪法和基本法权威在澳门得到坚定的维护，行政主导的体制啊运行顺畅，扎实推进了世界旅游休闲中心、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、以中华文化为主流的多元文化共生的交流合作基地的建设，立足澳门经济发展的实际，推动澳门由博彩走向多彩，加快培育新兴产业，会展、中医药、特色金融等多元产业，澳门城市面貌日新月异，社会治安状况也稳定，现在是全国最安全的城市之一。只要坚持一国两制的初心，澳门这块莲花宝地一定会更加寻觅辉煌。